你想要放弃了吗？我也跟你一样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听过一个很美的传说，东海龙王的小孙子来到一个地方就再也没离开过，于是我也想亲自去那里看看。骑车沿着公路盘旋而上，顺着风铃声走进去，法师微笑地指引着我。我在佛祖面前闭上眼睛，将双手合十，让内心归于平静。像小森林一样的山里，夏天的风，清澈的露水，热闹的蝉鸣，动静离奇，任性着。世间万物皆是画像，心不动，万物皆不动；心不变，万物皆不变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春来花自青，秋至叶飘零。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，因为信仰的力量，法师用十几年建造一座石窟，日复一日坚定如初。信仰是每个人自己的事，把握每一个当下，信仰自然而然就有了。栩栩如生的雕像叙述着一个个古老的传说，晨钟暮鼓，声声贯耳，袅袅余音，香火绵延。洞外古木参天，林木苍郁，景色秀丽，勾勒出合掌岩的恢宏气势和扑朔迷离的佛山秘境。你走得多慢都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绝不停下脚步。我们试着长大，一路跌跌撞撞，然后遍体鳞伤，坚持着，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亮的地方，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。